欧石分析的果然有道理啊！哎，你们看这些，这人真恐怖！哎，快走吧，快走吧，一会儿神妈回来了，那可糟了。 姑娘不必再说了，我现在只想和秀杰做一对平凡的夫妻，过去的一切都过去了，你们又何必苦苦追溯往事呢？可是如果齐秀杰不想过平凡的日子呢？如果他只是利用了你呢？姑娘，文斌已经病死在狱中了，我想应该是这块手帕。 物归原主的时候了。如果你不想说就算了，明天我们就会离开府上。多谢。 怎么样，后勤，有什么结果吗？ 我口水都喷干了，他还是不肯说。嘿嘿，看来你的进展还不如我们呢。啊，你什么进展啊？我们找到齐秀杰的棋士了，看来他真会下棋，而且他的棋艺还很高深呢。哦，说的棋语，和我和苏放找茅草屋的那棋语是一模一样的。 赶快行动，你的。哎呀！哎呀！上下棋。 今日乃是本镇围棋大赛的决选赛，本次比赛将采取两两对弈的比赛形式，最终得分最高的两大棋社将进行最终的决赛。我宣布，比赛现在开始。好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，开始了。 宁姑娘，我们告辞了。对不起，可能我们的确打扰了你的生活，但是我们不想伤害你，只是受人所托，要为亡父洗清冤屈。告辞，Let's go。欧姑娘，你们还记得那个茅草屋吗？ 现在赶去，也许还来得及。桑田，好久不见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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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久不见
参加决赛的双方乃是上下骑射的文少辉和左右骑射的齐秀杰。现在有请两位骑手入场。现在我宣布比赛开始。少爷，这盘棋真是久违了。应采蝶不会是说谎的吧？不会的，应采蝶所指的应该是看见齐秀杰独自去茅草屋的人。如果没猜错的话，他会是重要的证人。那会是什么人呢？等到茅草屋再说吧。茅草屋应该就在这附近了。看你们一个个上气不接下气的，先歇会儿。不行，去晚了只会是一具尸体了。事到如今，我不妨告诉你，我就是那个你们一直苦苦寻找的主谋。是我暗中跟踪我爹，找到了花疯子，还有大牛的媳妇。为了看到你们文家垮台，所有人真是不惜一切。如果今天他们看到你们文家这个样子，不仅不会怪我，还要感谢我，因为这一切都是他们用命换来的。你怎么了？手怎么抖了？爹已经死了，再也没有人帮你了。如今在这棋场上，只有你我二人。就是这儿。是我打的。
小朋友，快起来看看，有没有受伤啊？我没事儿。没事就好。你们是官府的人吗？我们比官府的人啊更厉害。来，坐这儿，坐这儿。姐姐，我不坐。那行，那姐姐坐。现在姐姐要去抓害死你娘的凶手，需要你帮忙，好吗？嗯。那你告诉姐姐，你娘死之前，有没有一个陌生的男人去找过你娘？陌生的男人？哦，有。之前有一次我在外面玩，刚回到家里，看见一个不认识的哥哥。只要按照我的计划进行，我保证让文家身败名裂，让他们赔你丈夫的命。可是我儿子。你放心，我会照顾他。娘，我回来了。那你还记不记得那个男的长什么样子？嗯，他很瘦，不是很高。还有吗？那个哥哥人很好的，上次还来看过我呢。他来看过你？什么时候？前天。你这是干什么呢？我自己跟自己下棋呢。大哥哥，自己下棋好没意思啊，你跟我下好不好？好，我就陪你下这一盘。下棋太厉害了。原来是这样，你的经历触动了他，让他想起了小时候的自己。只可惜最终也没有停手。小弟弟，如果现在要你去认出这个哥哥，你可以吗？当然可以。真棒。王无心，苏芳怎么样了？怎么样？人呢？人呢？跑了？什么？跑了？还有一件命案需要马上去。这齐秀杰可真够狠的，他为什么那么恨文斌和文少辉呢？可能文斌怕齐秀杰的才华会盖过文少辉，所以用大量的钱让齐秀杰在一个重要的比赛输给了文少辉。嗯，很有可能是这样。你怎么知道的？还记得咱们刚到齐家住的那天，你在齐府说的话吗？秀儿，开门！那是什么房子呀？就凭这个？文府是书江门第，而齐砍山这样一个粗人，怎么能成了文府的管家呢？老爷，他杀人了！老爷家的事儿有你说话的份儿。我刚到这里，被陈妈抓进文府的时候，她不仅穿着贵重的衣服，还明目张胆地在少夫人面前撒谎。可文少夫人明明知道，却不敢说。我问你，可是你总管事妈妈的屋子里偷走了我在玉兰斋买的首饰？少夫人，你这话好像不是说给我听的吧？我说过我没有偷东西，但是我可以找到真正偷东西的人。在文府之中，除了文斌，还有谁比文少夫人更厉害呢？这文家和齐家一定有什么秘密吧？怎么了，少爷？你平时的气焰去哪儿了？觉得委屈？可比起我在你们文家受的委屈，这可差远了。小郑，
下手怎么样？爹，他棋下的真好，我赢不过他。叫什么名字？我姓齐，名秀杰。大人，我也想参加比赛。你也会下棋？大人，秀杰棋下的可好了，您就让他参赛吧。文掌舵，文掌舵果然厉害，不仅少公子年少有为，棋艺超群，就连身边的小童也精通棋艺啊，在下实在是佩服佩服。大人过奖了。孩子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姓齐，名秀杰。好，明天随同文掌舵一起参加比赛。多谢大人恩准。暂时记名。好。爹，秀杰怎么还不来啊？是，可能有什么事吧。爹，我要出去。爹，放我出去。爹，我要出去。爹。我本以为文斌让我做你的书童是赏识我的才华，到那个时候我才知道，他是为了压制我，让我做你的跟班。他是要让你夺走原本属于我的一切，而现在，我要用我的双手把这一切都夺回来。兄弟们，上！哎，捕头大哥，暂且等比赛结束后再抓他吧。为什么？我们的人已经暴露了，若现在不抓那个凶徒，只怕他又生出什么事端。我明白，但请你看在我师父的面上，无论如何一定要让这场比赛进行完。好吧。哎，你们过来。上官，上官。嗯，现在情况怎么样了？情况对文少辉很不利啊，黑子已经相连了，白子若想突出重围恐怕有点困难。你的选择是对的，如果文少辉可以选择，他一定会这么做。这个齐秀杰居然能为了一次选拔赛就干出这么丧心病狂的事情来。如果我猜的没错，刺激齐秀杰的应该还有另一件事。你醒醒。喜欢上宁采蝶了，难道两情相悦有什么不对的？错就错在这个女的是宁采蝶，她是文少辉以前的情人，估计宁采蝶早把一切都给了文少辉。齐秀杰觉得自己的一生都被文家给毁了，就连自己娶的老婆都是文少辉的旧情人。难怪齐秀杰这么恨文少辉。他不但恨文少辉，他更恨文斌。在文斌的棋局里面本来没有命案，只是齐秀杰找到茅草屋的老妇人，用金钱和儿子做诱饵，诱惑他在文少辉面前自杀。而青楼里的冰美人也是因为自己仇恨文少辉而被齐秀杰利用。至于宁采蝶，也是听从她老公的吩咐，把丝帕送给了亲友。就这样，文少辉成了杀人犯，而文斌
也被弄得身败名裂。如果不是咱们几个的加入，如果今天这个孩子死了，他的计划才叫真正的完美无缺。人的一生就这么短短几十年，还要被这些恩恩怨怨纠缠不清。这么多恩怨报复，最终还是逃不过一个情字。别说，今天我倒是真有点伤感了。这臭气，想什么去？这是怎么想？楼下这文少辉，我走到今天这个地步，全是你们文家一手造成的。凭我齐秀杰的才华，本来可以出将入相，辅佐君王。可文斌为了你的前程，把我的一生都给毁了。今天我一定要让你还有你的上下骑射名誉扫地。上官姑娘，若是对方棋艺高深的话，我只怕不是他的对手。你若怕了他，那还没对弈你就先说了士气。我也想去和他一较高下，但这件事必须由你自己去面对。若是与对手比赛时心神不定，就记住围棋十诀里的一句话：置之死地而后胜。文少辉，你是吓得没魂了吧？还嫌自己输得不够难看？我爹以前教过我，下棋高手绝不会以玩弄对手为乐。到了这个地步了，你还相信你爹？文少辉，怎么下棋，轮不到你来教我。现在我宣布，本棋赛白棋胜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明明设计好了一切，为什么我会输得这么惨？我怎么输得这么惨的？啊！你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齐秀杰，站住！住手！走！走走，听见了没有？快走！如果文老爷在天有灵，看到文少辉现在的样子，应该也会很高兴。齐秀杰也是个可怜人呐，
这文老爷也真是的，平时啊装得很正经，到头来还是买通别人，袒护自己的儿子。再正经的人遇到自己儿女的事情，都很难做到大公无私的。事情已经处理完了，我们应该想办法怎么回去了。哦，对了，温少辉让齐砍山给我们一样东西。上河下墓。不知道我们这次回来以后，温少辉该怎么跟这些乡民们交代啊？你没事吧？没事儿。苏妈锁，苏菲，你该出来了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啊？现在，我、郝佳彤和上官回屋休息睡觉。苏妈锁，苏菲，继续用石碑，回法国。走吧。走。上官。哎，等会我，等等我。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哇，你点这么多啊？我忘记跟你们说件事了，我打算让上官去应聘图书馆行政助理的职位，因为图书馆地下典藏馆的资料只有教授和博士才能看，如果上官能应聘到这个职位的话，我们就能看到千字文的第一手资料，同时还能接近刘教授。欧奇，你还在怀疑刘教授啊？你们还记得第一次到古代时马福山提的那个黑衣人吗？我以为是神树写的，一时害怕被抛开了，至此以后五年都没来过。我觉得那个黑衣人肯定跟千字文的秘密有关。在干什么？我，刘教授，我在整理书架，我是新来的行政助理。记住我说的话，
这儿不需要整理，以后你也不要再来了，离开这里。好。水纹图，你们看，我查到了一个地址，我调查了所有有关千字文的论文和书籍，发现上面的作者名字都只有两个，一个叫刘志成，也就是刘教授，另外一个叫贺心怡。贺心怡？没听说过咱们学校有这么一个人啊。可如果真是咱们学校的老师，那没有理由不知道啊。这个地址就是贺心怡的。那我们就去看一看。您好，请问一下，这里是不是中山路59号啊？是啊。哎，你们怎么进来的？当然是走进来的呀。你想让我们怎么进来啊？没见到门口写着私人住宅闲人免进吗？出去。是这样的，我们是大学的学生。哎，打住打住。我不管你们搞什么慈善事业，反正我没钱，请出去。爸在干嘛呢？没事，搞推销的。推销？大叔，我们像推销员吗？那你说，推销的长什么样？你自己照照镜子不就知道了？哎，有你这么说话的吗？出去。大叔，你认识贺心怡吗？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如果你要找我们的话，就打这个电话。本以为找到了重大的线索，没想到却扑了个空。不但扑了个空，还被人当成了推销员，郁闷死了。上官的地址没错，这个男人肯定是贺心怡的老公。你怎么知道的呀？刚刚我提到贺心怡名字的时候，他的眼睛闪了一下。既然他对这个名字有反应，可能是现在不方便回应。嘘，小声点，人家的老婆就在里面呢。苏大姐，贺心怡都失踪了这么久了，她老公再婚，这很正常啊。欧奇，这些也只是你的推断，你不是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吗？如果他真的是我们要找的那个人，他就一定会跟我们联系的。大叔你好，告诉我他在哪儿。你得先回答我们的问题。你们想知道些什么？我们想知道贺老师失踪前的一切事情。这个我也想知道。这几年来我逼自己不要去想这件事，可是我天天在想，我睡不着觉，我不知道他去哪儿了，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那他在失踪之前有发生过什么特殊的事情吗？没有发生，这也是我想不通的地方，我们甚至没有吵过架。那您报过警吗？报过，几年了，一点消息都没有。
他会不会在外面有男人了？跟哪个男人跑了也说不定啊。苏芳，这不可能，也不会的。那就是发生了意外。你想，警察找不到呢，也不代表凶杀就不存在的。或者尸体被抛到了野山沟里，又或者是沉到了海里。再或者……闭嘴呀、啊！心仪只是一个普通的学者，他每天去学校钻研课题，社会交往也不多，我实在想不出到底有什么人想害他。那贺老师失踪那天情景是怎么样的？我记得那天是个星期四，他像往常一样去学校上班，对我说他约了媒体，中午要在学校召开记者发布会，宣布他的科研成果。记者们迟到了，可他却不见了。那他的研究成果是什么样？他专业上的事情我不太清楚，我也不过问。那他和刘教授的关系怎么样？我只知道刘教授是他的恩师，许多科研课题都是他俩合作完成的。他俩的关系融洽吗？平时在学术上有些争执。哎，说真的，你们也不知道他在哪儿，对吧？对不起，大叔，我们确实不知道贺老师在哪儿。但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一定会帮你揭开谜底的。而且在失踪前还想要召开记者发布会，宣布他的研究成果。那这个研究肯定和千字文有关系。我认为，在我们之前就已经有人去过那里了。你们想过没想过，为什么刘教授能够成为国内研究千字文的专家？是因为才华吧？当然不是。我研究过刘教授所有的关于千字文的书，都是到了我们学校之后才完成的。而来我们学校之前，他研究的是明代史，而且毫无建树。看来，在我们之前到那里的人，会不会就是……看来我们还要再回去一次。我没意见啊。我也没意见。那还等什么？走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不许出声！